欢迎来到我们瑞威国际八周年领袖欢庆晚会。我发现到你曾经有人问过我，问过我为什么要做直销，直销是一个这么负面的行业。我只知道一样事情，没有东西是容易的。你要在直销成功不容易，你要在外面成功也不容易。不过我很清楚的知道，要在直销成功，我们必须要很强。看一看，我们的确很强。到底还能做些什么才能够激发人？我到底能够再做些什么才能够激发你想要去更加的成功，想要让你的人生更有价值？我相信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地方。我希望大家打开眼睛看，刚才有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上台被表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能够来的人就已经是被表扬的人了。当然今天已经到了大大会的尾声，在这里我们的颁奖典礼还没有完毕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，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最高最高的荣誉金鹿奖。每年我们都经过非常非常多的讨论，非常非常多的挣扎，我今天不一样。今天没有人提到，今天也没有什么讨论，因为今年非他莫属。2016年瑞威国际八周年庆金鹿奖得主是。只要我秉持着正直正派正面的精神，跟着前辈们的脚步走，很用心的去对待组织，这个奖迟早我一个月拿到的。而今天真的我已经拿到了。